号发威，三名埔门夺胜。高中篮球联赛 HBL 八强激战，黑色球衣的三名加上昨天对上高院工商，赛前已苦吞二连败的三名，靠七号的超级菜鸟唐维杰攻下全场最高的30分十篮板，外带三超节三主攻，总算拿下比赛开壶。唐维杰本季结束后将到美国念书，他希望伴随球队晋级四强后，带着新人王头衔赴美。但三名现在晋级亮起红灯，他说反正现在每场都要拼，不去想新人王。女子组的埔门高中也有超级七号，红色球衣的高二前锋罗培珍，20投11中，轰下全场最高的31分四篮板三助攻，加上全队赛前集合背诵心经稳定心情，埔门高中昨天轻松打北一女中，一路领先。最后以14分击败北一女中，也粉碎北一女中开季至今的7连胜纪录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